的一场里面绝无虚席，每一个时间都在打架，然后还有被逆转，刚刚中间玩的有点上头，差点出事。Nice play, nice bro, nice bro。那个我反你一下，有些你们刚刚讲的英文我是看的没有很懂哦。哦，好好好，我这个英文的部分哈、哦、还需要加强，可能送我到美国一个月，哎不，一年，我应该。回来直接当英语老师了。对面三龙的时候挤了一点，先推兵线出去，慢慢打就有可能狙了。嗯，不一定，因为我觉得他们中路其实玩得不好，他们打得很没有团队性质，或者说他们那一把对面打得没有团队性质。如果说他们打得很团队一点，那这把我们可能会狙，因为那一波那个八龙那一波，我们是超级掉节奏，而且是所有的顺风已经没了。他们有八龙兵，你们要守一点时间之后再开三龙步跑。对啊，其实那条八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缓和的作用，但是他们没有把握好，他们还是乱打一通。They have faced nothing like在干嘛？我差点被龙喷死，我打感觉会炸哦。哎，我的，哎，好爽啊！怎么还有大靠腰啊？那卡莎，哦，好痛啊！那个痰喷过来，我说要漏尿，真的哎。
这个 Juju 我不碰了。我昨天有一个悲惨的经历，就是我反完蓝，然后反 Juju， 结果我他妈死掉，而且我超肥。但那把还好没有输。但他们是三小啊。快跑喽！自家野怪都吃不到，一直打架。哈哈哈 ！Oh, you are really good at it. Thank you, bro. Thank you, bro. 哎、欸，我来了。别打别打，吃懂了吃懂了。辅助在 C， 确实确实不关我的事，这把不用自卫默认了、哦。哎、欸，其实他们有魔攻哎、欸，卡莎没差，出那个陨落三项比较，哎、欸、不，陨落那个伤害比较高、哦。你想猜啊？你他妈还要靠我要不要让你猜啊，老哥？我来啊，我来！我就告诉你是怎么用的、哦，哎，按不过来，好吧。很痛，很痛，很痛！看他们在送啊！哎，完蛋！到圈圈，技能，拉走。哈哈哈哈哈哈哈
太神的路灯怪，这太强了。12-1啊，各位。老哥，我今天手感是巨好，辅助 MVP。OK， 辅助 MVP， 辅助 MVP。OK， 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们继续。哎，反正输了就怪打野，赢了也不会称赞打野嘛，对不对？我习惯了啦，台服都这样啊，妈的。